总统蔡英文25号下午现身宜兰参乡祈福，宜兰立委候选人陈俊宇也率领团队到场迎接。小英人气相当高，满满乡亲热情相挺，所有人庙前大合照，象征团结一心。随后蔡英文马不停蹄，接着赶场复选。2020年够看夸张哦，在这里得票率有63.2%，一定要更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台湾公布啊哈。咱总统一定爱过关，咱这少年的们拜托大家。蔡英文在台上感谢过去宜兰乡亲对他的支持，还帮小弟陈俊宇重播选票拉台选情。宜兰哈，宜兰都是咱的民主圣地哦，我要给咱宜兰咱的乡亲说一声多谢。两千零八年哦，民进党上困难的时阵，就是宜兰人站出来，哦林聪贤当选我们的县长，哦民进党。整个士气又回来了，开创新局。镜头前开口吃橘子，不止蔡英文，连两场到宜兰辅选，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23号也到宜兰跑行程，拉台自家立委候选人陈俊宇。2024宜兰立委选战，民进党陈俊宇将对上蓝营对手黄春庭，以及民众党不分区立委陈婉慧、台湾激进的林益平，选战相当激烈。绿营五 G 接力辅选，助阵陈俊宇拉台声势，只盼能杀出重围，前进国会。三立新闻黄国瑞、黄正杰宜兰参报道。